大家好，我是安，我现在在佛罗里达，州，它这个城市是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东北部，叫 Jacksonville。我是一下子从科州丹佛的冰天雪地，来到了佛罗里达那个阳光灿烂、温暖、如春的城市。朋友们，我是安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Jacksonville， 佛罗里达。这几天呢，来到这儿已经有3天了，因为走亲戚呀、看朋友啊，比较忙，也没有时间拍视频。今天还是和亲戚们在一起，但是呢，我有一点时间来拍些视频。我现在在所在这个位置，它是，离 Jacksonville 这个城市不远，也可以叫做丛林，前面呢，他们说有很多的沼泽地，风光很美，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看看，它到底有多美。我现在还在丛林里，即将走出丛林。丛林以外，我说是沼泽地，他们叫 marsh，M-A-R-S-H。我们来看一看。Government money, right? Just another government boondoggle. Hey, that's 那儿有几个小鸟，他们称这个地方叫 marsh。沼泽地吧，它也不是。现在明白了啊，听他们解释了一下，什么叫沼泽地和那个 marsh。沼泽地呢，它是淡水的沼泽地，它这个 marsh 是也是沼泽地的一种，但是它是咸的。现在明白了 marsh。I heard maybe it's a fish. Over there. Even then.这真像热带丛林，非常暖和和潮湿。
every time you come here, you